今天到了一个快递啊，咱们看看是啥。一二三，三盒老婆饺，现在就是特别流行吃这个老婆饺，到底是啥啊？咱们今天尝一尝。一共是三罐，让我去拿个盘子啊，回来倒盘子里面。咱把咱的老婆饺倒里面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，尝一尝到底是啥味儿？天天老婆饺，天天老婆饺。咱们开始吃啊，咋吃呢？这老婆饺，我用那个牙签试试。吃不出来啥味儿，就一个咸味儿和辣味儿。现在而且还特别流行吃这个，就是海螺的味道。还老婆饺，起的名字挺好。这东西能吃不能啊？哎呀，我娘啊，就像吃橡皮一样。这底上的脏东西是不是不能吃啊？味道还是挺好的啊，可以尝试。